为啥你突然问这个？喝不喝？喝喝喝喝。那你等我一下。不是，哎，外面这么热。当我还在思索碧罗到底要干嘛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这一幕。你怎么在这？哎呀，不是我等你嘛，你回来了，你哎，衣服怎么湿了？太阳太大了呀，流汗了。流汗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干嘛、啊？不是，你这汗怎么黏黏的，还是甜的，还是？不管了。啊，不管、啊，好嘞。比如，就是我想喝奶啊。我都买回来了，就喝这个。我也拧不开呀、啊，我喝对吧？要不你帮我拧？嗯，来吧，来吧。也可以了。啊？哎哎，你别对着我喷，你还咬他，你别咬，我求你了，不是你别咬，别。解锁女朋友小脚脚的多样功能。几点了？对不起，比如起了。昨天不就玩到两点钟，咋就起不来了呀？你不是年轻小伙吗？起不起？看来需要使用特殊叫醒服务了。啊、我让你不起。哎你起不起？真的是，快点！我让你起来，不是让你看电视的。你看看我行不行？啊？不是你嗯可以，你看看我。既然敢不理我，那就别怪我自娱自乐了。哦，行。都没有我家碧罗好看，只能看我最喜欢的奥特曼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姐你在干嘛？不是我看电视。哎，好好的你给我取了干嘛？哎，你这个女的！不是，哎，电视坏，你手打坏了怎么？你也不是个好玩具。我觉得你看看你，你是不是以前也看一样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肯定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，你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多多救我！我因为在行为上过于激进，所以我就感受到了碧罗对我的火辣，而今天我又感受到了重庆的火辣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正在上厕所。重庆的夏天是这样，九张擦汗，一张擦屎。真的太热了，只能去找碧罗凉快凉快了。哎，碧罗，你干嘛呀，亮晶？哎呀，我晚进来一分钟就好了。我亲你干嘛？哎呀。不是你上个厕所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呀？夏天这么热，所以哎，你去看看医生吧。不是，他真的是热，不是你相信我。完了，被贴上不行的标签了。比如说我上百度查了，是不是说你身体虚？你才身体虚，他是就说我湿气重了而已。然后呢？就需要清热才能解毒啊，上面说的。哎呀，你什么表情？不是我亲一下就好了吗？走开！哎。好嘞，我等你啊。看来死缠烂打还是有用的，你看幸福这不就来了吗？哎、啊，你说嘛？不是你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衣服都没脱啊？哎，你想什么？你帮我熬个红糖水吗 ？Hello。女朋友差点成为我的贴身小蜜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碧罗在策划如何整我之余，还参加了面试，虽然结果不好。没事儿，不就面试没通过吗？实在不行去我公司好吧。嗯，我非常没用啊。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你都把我这个情场浪子都制服了，你还说你没用。情场气质还差。什么送上门了？哎，你说不是李斌那就是你了呗，是不是上次我把你拒绝的那件事？你很烦。哎，你别害羞嘛，你再表白一次我就同意了呀。比如你要不当我秘书去吧，真的有事就秘书干，没事就。不进。可恶，我脑子里说快了。什么呀，谁会喜欢你？哎呀，男儿本色嘛，实在不行就去廖子做公司嘛，我来安排行不行，明天去啊。你看还说没人喜欢我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哎哎。不是，比如你放心啊，我肯定会严肃地拒绝他的，你放心。虽然被人要微信有点小激动，但我要稳住。妹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微信给不了，我有女朋友。哎，不是，我真的想问一下，
料多，不是妹子，你知道他是个胖子吗？他真的。我就喜欢胖胖的呀。他没我长得好看，你要不加我微信？我不喜欢有浊气的男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，泪落的心。我一直不愿意回来，你看你那儿能烂吗？我公司跟你公司还不在一块儿呢。没事，碧罗又不知道，明天让吕爷帮着去带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行。Tomorrow。不是你说李俊能带过来？担心他万一还可以，别着急，带不过来怎么办？哎、来，我等一下，你帮我带一下。现在还不能被碧罗知道。如果说月亮是颗夜空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就不是我说的，你死定了。看来我得跟碧罗讲清楚了。你们先别玩，行不行？你是新给我买的刮胡刀。雨月，你帮我看一下我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没？好，谢谢。哎呀，碧罗，怎么啦？你不开心的样子啊？你说。你现在是在廖多多公司名下，不是在我们公司。双鱼座，好的。也是啊，那你真的当我秘书去行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没给你看呢，过来。哎，喜欢吗？走吧，欢迎女主持。我想没有哪个女生抵挡得住这样的惊喜吧。我请客啊，你干嘛呀、啊、你就点这些东西。我喜欢吃薯条啊。我尝尝你的。你干嘛呀？甜的。是你游泳啊，吃东西这样。没有，男生嘛就啃。拿冰淇淋啃什么。你这样嘛，你吃我这个。我吃你的。碧罗，干嘛呀？你在啊？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抽烟啊？什么呀？我从不抽烟呢。那我从小都不抽烟，只是说这还不叫抽烟？老习惯。不是碧罗，你不准抽烟啊？知道啊，碧罗，我订了晚上12点的电影票，你带身份证没？啊？那么晚了，去吗？我回家。比如我们在外面住不行吗？2点钟了都。啊，在外面住你在想什么？不是今天都没有亲一口对吧？我今天要亲一下。哎，一下啊。好嘞。哇，亲再来一下吧。再来一下嘛，过来。咋了？我再亲一下嘛。啊，你还不喜欢黑的吗？妈妈